Oh,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We have a lot of news today, 这个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7月中旬的国会的复会，发现没什么太多的进展啊。目前共和党内部开会呢，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这个特朗普总统呢，特别推崇这个 tax holiday。payroll tax cut，这样的话可以帮老板省7.6%的 social school tax，帮员工也可以减去7.6%，所以加起来15.4%，15.4%。所以呢，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寄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国会在7月中旬开会以后呢，有一些重大的决定啊。目前共和党建议第二次的这个 stimulus check 这个纾困金的金额呢，不能低于这个整个这个 package 整个这个套餐呢，不能超过1万亿不能超过1万亿美元。所以呢，重点这个放在这个 tax 这个 payroll tax 我说过很多次80%多的人还在上班，那这些人呢，一个月可以省200-300块钱。然后老板也可以省200-300块钱，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看上去不是很起眼但是很多人呢，民意测验说，我宁愿拿600块钱的支票，也不愿意去，他看不到这个200-300块钱的这个 payroll tax 帮他们这个东西看不见所以人们还是比较现实，需要看到一张支票这样可以马上可以用 payroll tax deduction 这是一个。有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这个赞成呢，用这个对 tax holiday 持反对意见。然后呢，这个但是建议呢，直接发钱给老百姓比较实在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很多消息这个 PPP forgiveness 已经开始申请，尽快这个提交。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纽约州的大流行租金减免计划。一个从这个是帮助大家在流行病期间，因为收入减少而导致租金负担增加的低收入家庭，给他们提供一个支持，为其一次性的提供1到4千美金，1到4个月的这个租金的这个补贴。这个补贴怎么样去运行呢？必须要有符合这个资格的家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可以领取一笔一次性的住房补贴，以补贴他们在2020年3月1号开始的租金负担与他们申请补助月份的租金负担之间的一个差值。OK，有多少钱他们付不上，租客可以呢申请这段时间内最多4个月的一个补助金4个月的补助金这个是纽约加州可以一个人可以拿到1000美金，一个家庭可以拿到2000美金，这只限于这个洛杉矶市洛杉矶以外不行。另外呢，就是哪些人可以符合领取大流行租金的减免？首先，第一点呢，必须在纽约州在纽约州有一个住的地方必须在纽约州，不是纽约市纽约州。另外呢，在2020年3月1号以及在这个之前已经的。在这个地方居住，他们的家庭收入必须低于所在县相应家庭人数地区的收入的中位数的80%，中位数的80%。比如说平均，这个某一个县，比如说是5万美金的这个中间值，那是5万乘80%，这个就可以满足这个是，如果他的收入没超过这个的话，就可以。第三点呢，就是2020年3月1号以前，在申请的时候，家庭支付的租金必须超过他们月租金月收入的30%，如果你的这个房租占你收入的30%的话，那是可以申请，太少了以后呢，不可以申请。就说你一个月赚1万美金，你房租2000，那你没超过30%的话也不行，对于房子的这个类型也有要求，必须是什么呀？是这个 apartment。Mobile home 就比较简单一点好宅不可以申请，豪宅是绝对不申请。
什么样是租金的负担呢？租金的负担就是在 COVID-19 期间，一户家庭的月收入为2000美金，每月租金为700美金啊。比如说是，那该家庭支付的每月的租金占的收入呢是75%啊，700除2735，这个属于有租金负担的啊。由于疫情期间公司减少，该家庭的收入下降到了1400。每月租金仍保持不变，那700美金还是不变的。以前呢是2000美金的收入，现在变成1400了。那该家庭目前支付的每月租金其实是占其收入的50%啊，700除以1400，50%。因此，该家庭有资格申请一笔补助来这个弥补增加的房租负担啊，就这样算出来的。啊，申请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呢？首先是证明你的身份，啊，能够证明你是谁，啊，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比如说驾照呀，或者其他的这个 Federal Issue 的这个ID card。第二个呢，就是2020年3月1日之前每个月的租金的一个证明文件啊，金额一个月付多少钱的房租这样一个东西，说的家庭的收入包括哪些呢？包括这个薪水、薪资、小费等等，这些属于每个人的。现在呢，大家这个比较关注最多的是这个 payroll tax card would work as a stimulus check for employees and employer because those people would each save 7.65% of the wages that typically goe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social security medical tax。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特别推崇的这个。Stimulus check，这个 payroll tax holiday，payroll tax deduction，这个呢是这个目前有很多人反对。A payroll tax cut would save average U.S. worker about $375 per month，每个月呢可以帮助普通老百姓节约375美金。Employer would save $375 per month to each of the employees on average。OK。然后呢，每一个这个老板呢，一个月在一个员工身上可以节省375美金。And self-employed individual would have saved $750 per month on average in tax。所以一个员工可以帮你省375，那你有10个20个员工的话，那也不得了呀，10个3000多，20个呢是这个7000多啊，一个月可以省到1万多块钱，像我们这样类型的公司。这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President Trump is all for a payroll tax holiday. Back in May, he said, "We are not doing anything referred to the next stimulus package unless we get a payroll tax cut." When last week, the White House released a statement called on Congress to pass this tax cut as a part of the next package, citing that it will help our hardworking Americans. 所以总统一直建议我们要做这个工资的这个工资税的减免。这个他认为呢，总统认为，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s. I think it is an incentive for company to hire their working back. 他认为这个只有通过这种办法呢，可以把这个员工吸引回来继续上班，这样一个Despite Trump's support, the payroll tax cut hasn't been very popular with the public. 这个普通老百姓呢，对这个东西呢，觉得并不是有多么吸引人。比如从其实呢，给他发支票，他觉得货真价实。你要给他减个税什么的，他有时候看不到。所以呢，他普通老百姓呢，不一定非常的支持这个项目。So, it would diminish funding to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l program that can't handle less funding. The program would disproportionately help high-income earners，这个会造成我们就这个贫富差距。Which this does make sense. If everyone who is working seven point six five percent means much larger stimulus for the rich，这个换句话，如果用这种 payroll tax 的话，那富人会更加这个帮他们省的钱最多。Someone who makes $300 a year would save over $1,900
in payroll tax per month 啊，如果你的收入在你30万的话，你一个月可以省掉1900美金这个 payroll tax， 一年的话，2万4千多。所以呢，这个 payroll tax 这个 tax holiday 这个呢，对富人是挺好的，啊，对于越富的人越帮助越大。所以有些人反对，他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帮不了普通老百姓。嗯、so this program does nothing to help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job and cannot find work, which is true. You can only save tax if you are earning wages. 所以说呢，普通的失业的人呢，就沾不光了，好吗？他就拿不到任何好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啊，我们得注意一下啊，这个payroll tax cut 呢，对于每一个员工来说，一个月可以省掉375美金。老板一个员工可以是也是也可以省下375。所以呢，看上去呢，这个也数字也不少，但是呢，老百姓更喜欢拿到这个钱，拿到支票啊，拿到现金。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这个讲这么多啊，这个关于这两天呢，这个我们寄希望很大的这个七月中旬的国会的这个议会呢，目前啊，共和党呢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啊，这个民主党准备的这个叫做什么英雄法案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呢，我们期望这个星期呢，这个共和党呢会做出一些啊好的一些举措吧啊，行，那就这样，今天谢谢大家，明天再见。